是李贝，这是我们的新频道，订阅哦。贝爸爸，订阅哟，订阅哦。订阅哟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贝，今天来到了手作时间。因为超贵，最近很迷一个游戏，就是当老板的游戏。你要跟他买东西，或者是他当老板，或者是我当老板这样。看那个卡通就有一个那种人体贩卖机，就是他可以进去里面当老板卖你东西，他就看得很入迷，想说今天趁他睡觉的时候来偷偷做一个送给他。那我们先来开始来做，我就准备的材料很简单，就是家里有的双面胶啊、剪刀、美工刀，然后签字笔，然后大的海报纸跟一些其他的颜色这样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咯。首先呢，我要先把整个包上我想要的颜色，我想包黄色。那我先全部贴完双面胶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来把海报纸贴上去。包满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割我要的开口啊，跟一些放饮料零食出来的地方。那我等一下要切的，我先用笔把它画好。这个就是它的观景窗，它可以从这边看我们。然后那个是投币的钮，然后这是它放零食出来的地方。那我后面想要再帮它开一个小门，让它方便进出这样。全部都割完了之后呢，再来就可以开始来装饰它了。那我想要先把这个粗粗的地方先把它包边起来，因为我怕就是小朋友嘛又割到还是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我包边完成，它大致的样子也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是事先先印好的贩卖的东西，就把我们家里有的拿出来印成图片，然后贴上去就差不多咯。刚刚有进去里面就是试使用了一下，我发现里面少了一个置物盒，我就找了一个纸盒，然后进去帮它粘，帮它试用看看。好挤呀！布置完成。另外我还做了这个假的钱币，可以投钱，这样可以叫超贵来看哦。你当老板，那你进去里面卖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想要买一个苹果汁，苹果汁。哇，谢谢老板。你要买什么？老板，你要买什么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那个面包盒，面包。哦，啊，多少钱？一千。一千啊，好，你先去啊。哇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还要买什么？原来要买什么？有可乐果吗，老板？有可乐果吗？有。啊，多少钱？一千。可乐果吗？一千啊。还可以买吗？可以买这个。这个。啊，老板，我为了切草莓了。有。有青草茶。这是青草茶吗？对啊。你的青草茶有气哦。老板，还有卖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玉米。哦，还有玉米啊。那老板，你有在卖快乐吗？我想要买快乐，我想要买快乐。老板逃走了。哎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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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没有东西了。啊，你卖完了，我帮你补货。老板，帮你补货，好不好？好，补货，补货的老板。好啊，你给我。Thank you.
我当老板呢。我想要一个，我是苹果汁。按绿色那个按钮，像那个圆圆圆圆的那个绿色。抠抠抠吗？对。好，苹果汁来了。我还要买个面包。好，你要按哪？啊，很掏钱。有钱呢。有钱呢。有哎，有面包哎。谢谢。谢谢你啊。店长推荐什么？阿公还可以喝苹果汁吧？喝苹果汁，阿公。苹果汁哎。阿公，有哎。有哎。妈妈还要买可乐果。可乐果。啊，谢谢哦。可乐果配可乐是吗？老板补货。老板补货，老板补货，来来，哎来，老板补货来，啊老板补货。没有了，你们还要什么？要老板七龙珠吗？买玉米有送面包吗？买玉米可以送面包。可以送面包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老板人好好哦。啊去搭呢，不送苹果汁，送苹果汁好不好？送苹果汁吗？好不好？好给，我要宝宝粥，有送无？够送宝宝粥。宝宝粥。宝宝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料死哦。哦，从这里，好谢谢。卖完了，你身体健康没有？啊，你有赚到宝宝吗？没有。大家开心就好。开心就好吧。客人教我的用法。哇，这客人怎么这样？好。我不要卖了。你不要卖了？那怎么办？你要重新装潢吗？对。哦，好，重新装潢。那我们休息一个月，重新装潢。好，下个月再来。我还要买。你还要？我想当东西。哦。我想当东西。好。我来了。我被装潢了。老板到底补。黑板的生意真的有人做啦，来。希望这个妈妈辛苦做了这个贩卖机可以玩久一点。对，没有，这里有一个破坏孔。有空来可以来这个贵老板这边买东西啦。你拿假钞来就可以消费。那可以买一个送很多个哦。买玉米送苹果汁送可乐哦，还送宝宝粥哦哈。对，跟贵老板买一下。好。康丁姐。康丁姐。可以买贵贵吗？好。好哦，好来。啊，贵贵来了。这会太大出不来。卖不来，卖贵贵。对呀。卖阿波。好。啊，卖阿波好。啊，卖爸爸。好。好好。哎，这样吃掉。多少钱？买1000。